Schon.好，这可以这样绕动，然后下面图再写方正一点，生接耳是旁接，就可以一高一低哦。这个接一高一低效果比较好，那这里可以撇，可以不撇啊、哦。古代是没有那一撇，升接，那出道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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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慢慢步步高升，步步高升，那。那是一个内，内斜窄一点，因为只剩一半的空间。点，那，升接捺比，这跟刚才那个字很像啊，所以稍微做一点不太一样啊，跟那个接啊长得实在太像。得到出的，他喜欢很大的扭转，那效果比较好。啊，这边他也喜欢晃动，加一点逆风回来的效果，升，带起来。转转，可以加点粗细，转一样上宽下窄。那这两边的结构非常近似啊。所以要想办法让它看起来还是有点不同的质感，啊，细的，那可能这边稍微重一点了，不要让人家觉得写了半天，左边右边进的都一样重。啊，这伸长，那这个右下角的勾一定是最长，点到偏上面，转，移。写下，注意粗细间距，长点口，那铺开，星星一定偏扁的，下面再去写。表现啊，上面写的比较轻，下面可以表现一下，间距是一样，但粗细可以改变。行，有弧度大的撇，有姿态有弧度的长横下来是上宽下窄的口，那这个字写的轻哈。通是写的重啊，刚才三个字写轻，这个字可以稍重，稳定。来，这个错字旁又是可以表现灵活的时候，广广点带过来，长。比较宽，这个是装饰性拉的最宽。要广，注意横画均间。啊，喜欢点直的，再点广。稍微一点装饰性的就可以了。点。